想问一下女嘉宾，就这么多年的单身生活已经过来了，你为什么要找老伴儿？家里负担也得重，我要是看他们，我也恼他，我要出去了看不着就完事儿了呗。那你是就想找一个地方躲避他们啊？对呀、啊，就这一个要求呀、嗯。就在你内心没有一个渴望吗？就是说我想成立一个家庭。我想渴望人家的，人家再不同意。你别管人家，现在是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嗯、我也挺着急的，真是你在这大岁数了，待腾腾来腾去，岁数大出不去了，更找不着了。嗯，我是减轻家里负担，那他那啥，你说我在那玩人家也挺难的。我出去了，家里的那负担，他愿意怎么安排？你这一辈子净给别人活了。他净这事儿，净替别人着想，净替别人着想了。找个伴儿吧，是互相关心的，互相爱护，是成立家的，成一个家庭，不是找一个伴儿去躲出去了。其实逃离原来的生活，你的想法没有错、嗯。这种逃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，这才是关键。所以呢，你能找到一个幸福的一个家，你脱离了原来的生活，那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为了逃离而去组建一个家庭，是不对的。那你说我躲上哪儿躲不了？我上外边租个房子猫起来不也能躲吗？为什么想要成立一个家庭？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想找另一半，而只是说因为外界条件逼迫你不得不找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对对方是不公平的。那下一个再咱们，你是来找爱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咱们来找爱。对，可以这么想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找老伴儿、找另一半的那个条件降低，或者是说，哎呦，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，你对方咋的我都行，我啥要求也没有。不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年龄了、该为自己活了、是不是、对对对，这是我接触你们了，我沟通了行了，不老不接触这个外边人，我也沟通不了那么多的话。你是一个好女人、吃苦耐劳，而且呢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女人、而且呢这一辈子没给自己活过，挺憋屈的、谁说我们阿姨没有改变？刚才阿姨那句话就是在改变嘛，所以我觉得阿姨慢慢来、咱不急啊，我们还会继续对你负责到底的啊。嗯，你也有资格要求对方好不好，不要让自己再委曲求全，从这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又到另一个没有爱的家庭，绝对不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接下来请二位来到我身边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女嘉宾先稍作休息，咱们一会儿见，好吗？其实这位女嘉宾下场的背影啊挺心疼的，为什么？她按理说她不应该是这种状态，她会更好，应该可以更好，但是呢由于生活所累，还有呢这辈子啊作为一个女人她做得太尽责了，完全没有自己，所以把自己操劳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希望哈，电视机前对他有好感的可以马上和我们联系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能下次他再来的时候头发染得很黑，戴着小耳环是吧，穿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希望他能够早日为自己找一份快乐和幸福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男嘉宾，其实聊过之后你是什么感受？这个女嘉宾呢就是操劳的，感觉真让你心疼，累的，他是为了别人活，他不为他自己想。嗯，他应该把他自己的生活要打理好，心情好一点。嗯，啊，走出外界，跟外界沟通沟通。嗯，其实咱唠这老多啊，这位女士可能唠了，是不是？真是需要旁边有一个人倾听，跟他互相互动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哈。不管怎么样嘛，这也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提示，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负担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有的时候也要重视一下自己，让自己开心才能够把快乐带给别人。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人或者是母亲特别能干的话，可能孩子在能力方面就会很多的弱化。刚才姐姐无意当中她谈论出来，可能是家里面的孩子有一定的负担，但是我想在他自己操劳的同时，应该让孩子应该增长技能，这是作为家长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不是说我自己能干我就大包大揽了。嗯，好，那么男嘉宾哈，两位女士都和您聊完天了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，您可以再深入的了解他们一下，好不 好？来吧，掌声有请两位女嘉宾再一次上场，请看大屏幕。一，什么情况下会发脾气？二，多久给家里做一次大扫除？三，你如何度过两个人的纪念日？四，旅游支出占总支出的多少？五，愿意参与到另一半的爱好中来吗？六，吵架之后如何修复关系？首先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问男嘉宾。三嘛。三，你如何度过两个人的纪念日？做点好吃的给女嘉宾。啊，平时都做了，那纪念日菜是不是和平时得不一样？那不一样，家鱼肉我都会、当过年过了是不是？那就是过年了，吃一顿行不行？啥也不买呀？给女嘉宾买一个礼品。买点啥呢？女嘉宾喜欢啥就买个啥。女方是有女方咋选？女嘉宾要什么呀？钻戒啥的。嗯，钻戒还不一样，不是耳环呐，项链啊，能让你变美的。
是不是、啊、对啊，来四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啊，多次给家里做一次大扫除爱干净的女士啊，还干活呢一个月之内必须得做一次，一个月、嗯、可以可以哈。男嘉宾选择一道题，问对面两位女士，我选择五。五，愿意参与到另一半的爱好中来吗？三号女嘉宾，爬山可以是不是、啊、可以的。四号女嘉宾，能参与，能参与是不是、啊嗯、来吧，三位来到我身边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，来吧，男嘉宾花交在你的手上哈。好，有请三位背对背站。好，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，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。三，你就指挥就完事，指挥俩人在一起互相的，这叫互相关心。二，谈说到现在一直挺好的。如果三十年前你碰到这样的人，就跟他在一块儿。那肯定的。一，找老伴就是互相关心，身体不舒了互相那个吃帮助。请选择。